人的生命里面用了多少时间是在寻寻觅觅，找目标，找方向，找钱，找你的另一半。过程之中，你有没有曾经感到迷茫、沮丧？不紧要，人生流流长，这些东西慢慢找。但是你明不明白，有些东西在你前面都找不到，是什么感觉啊？不明不紧要啊，一起去片看看。一间房有几大啊？揾只耳筒揾咗45分钟。当找回的时候，间房已经被我用手抹到干净了。